赶紧把这挖开。Jack 很喜欢偷练的。他买了兽王，搞哪里？哎，没买兽王是什么情况？没买英雄，但是他买了，可能他兽王已经在练了吗？他买了那个，他买了保存，我去找找。斯哈科技，原来如此。这么盖房子吗？回练了，抓他！哎呀，来不及！哇，是雄鹿，完了，被骗了！哈哈，这可太坏了，我操！哇，这个大姐！纯路了。喂，奇跡を起こせ傷ついた
真凶。
要等熊先来，熊出来之后确实不好搞，但他这样子猥琐的话，我确实打不进去的，只能做好打熊的准备了。完蛋，兄弟，你怎么在上面呢？完了完了，哎，我操你一点，好尴尬呀！我宁可他没递过去呢。这无敌递过去了，那我怎么办啊？这真的是醉了，这里有个无敌就嗨了。
操！一点。然估计。